报告，东南方向发现一批目标，五二四一南，五敌我识别信号。命令电脑部队，紧急机动至 A 区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对于地岛兵来说，一秒钟的长度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跨度，任何一秒钟的浪费，我们的领空都承担不起。命令地岛部队转入一等战斗值班，注意严密监控，接上级通知，确认该目标为巡航导弹目标，转进一等战斗值班。从转进一等到导弹发射、防空拦截，需要我们反应的速度赶上导弹飞行的速度。我们做好随时作战准备，每一个装具位置、每一套操作流程都烂熟于心，所有动作都已经形成肌肉记忆。传统的口令指挥，动作准确无误，但拉长了时间。现在我们是无声化指挥，大幅减少一令一动的指挥过程。部队运好，兵商良好，配头战斗。对我们地岛部队而言，每一秒都是在战斗。我们距离下一场战斗的倒计时。